来了，全来了，带着家人老婆孩子开始来，就开始了。一炉子接一炉子，老铁们看看，已经开始一波接一波拿串了啊！看看门口已经开始一波接一波来了，哈哈哈！老铁们、家人们，看到没？这就咱家的实力，来吧，庄脚福袋，老铁再安排一波，我抢啊！看没？都问这啥呀？怎么没见过呢？怎么这么好？老铁们，你知道我羊最乐看啥吗？我他妈最乐看就炉子满，全他妈的签儿，全是米儿，全是老铁家人爱吃乐吃。说白了，我骄傲，我真骄傲。实话，老铁们，炉子满是对我的认可，是对咱的食材口味的认可。我熬了八个月，老铁，我用八个月时间精心做好食材，我亏了几个月的钱，我终于给他干火了，哦，终于干火了，干爆了。哎，洗手间，洗手间前面那个，那个灯就洗手间，带那个灯那个。喂，你干啥呢？这个是我的，就一份羊肉。这不要个逼脸了，这也是小白。老铁们，我说了，今天要爆满就是爆满。我说了吧，七点钟开始，周五都这样，啊。哎，星光不负赶路人，啥活？你这句话说的，羊必须给你安排一串，自选串。啥活？这句话说我心坎里去了，铁铁们。星光不负赶路人，我操！我他妈的玩了几个月的星光，哈哈哈！我颓废了几个月，老铁们，啊，羊头发长这么长都没时间去理发，每天搁店里就是轮就是干，那大铁锤咣咣咣轮，啊，铁铁们。我说了七点钟炉子满，老铁要不满，白瞎我的努力。真事儿，铁家人，一旦被认可，人生被认可了，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。啊，我说了吧，六点多钟没人，我说七点钟给我轮满，老铁一下子，啊，一下子一桌子，一下来七桌。老铁，我让你们看看八点钟，拿筷子。老铁们，我让你们看一下，八点钟我预计桌子不用，我要出去借桌子去。你们看，老铁们，我七点钟，我八点钟必须借桌子。我有这么多桌子，八点钟全点满，不够用。好，八点钟不够用，羊就说这句话了。因为今天白鸭洲没开，所有老铁都涌入这个虎泉这一个店里。好，位置在哪儿？虎泉。哦，哭哭上，哭哭来。老铁家人们，庄脚福袋给你们准备好了，没点关注的刚进直播间的看一看，武汉第一大肉边，武汉第一大肉边王，你让嫂子记一下，你帮那谁，真是好，哎，真好，真这感觉就人间烟火气，老铁们就扣个棚子，老铁家人们爱吃乐吃，没别的，咱没有服务，就他妈热情，咱没有位置，但是咱有味道，牛逼了，可辣死了，我站起来了，老铁，八月时间历练了我八个月，折磨了我八个月，老铁们，你们能明白吗？折磨了我八个月，我就是不变初心，就是玩好食材，最后被得到了认可，我马上下一步我就上了舌尖的舌头，嗯，铁铁们，等我下一步努力，我要往电视上发展发展了，我得让舌尖上的舌头采访采访我了。我说白了，我这么优秀，这么努力，不采访采访完，王套了红，我能乐意啊？就干这烧烤，老铁们，我吃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，每天直播多少小时，老铁家人陪伴。看看这炉子，全满。把那碳再加点，碳肯定不够用，赶紧把碳弄一弄。一会儿锅子一上，点关注不迷路，铁铁和家人们啊，一定我们有最快速度。一会儿后面还有好几桌锅子呢，这个碳，这是火锅用的。对对，把它打开，全吹到最大的极限。
看看铁铁，我说炉子满，他就必须给我全满，啊！我就告诉你们老铁，后面最多，啊，七点半之前全场全满，啊！我已经预测完了。铁铁们，地铁咋坐？到二号线，啊，羊必须掐指一算，老铁七点半全部给我满满登登，板板增增。地铁坐二号线到虎泉站，铁铁们，啊，我三米的炉子，老铁全满，五十来串，啊，上面还压了一些串，烧烤就得这么烤。我来路上 OK 了，铁铁，哎。铁铁，我粉丝灯牌呢，没送粉丝灯牌，老铁，我给你们发个福袋啊。羊啥也不说，多了不说，少了不唠，羊发一个红包抢就完了，来，老铁们抢个红包，送个粉丝灯牌啊。感谢我丹羊妈妈送的粉丝灯牌，感谢我家老铁送小心心，装小福袋抢完了，给羊送个粉丝灯牌，一毛钱一个啊。哎，感谢。我老铁太板，我老铁都轻车熟路，呱呱粉灯牌就是扔，就是往外丢，啊，就是粉丝灯牌，叭叭板正，折腾，知道闪火，在那我知道，但是很简单，我们赛道不同，但是我别着急，老铁们给我点时间，我全拿捏，对，位置熊猫发的位置就咱家位置啊。找啥呢？看看，再拿一下那吧。老板来了。来了，铁铁。对，刚抽烟了。啊？刚抽烟的。啊，叫啥名？晚风。哎呦，我铁铁，你看，全来了，铁铁家人们。咱这儿老铁们没有任何一个自然流啊，切记，全是回头客和抖音来的老铁家人们啊，全是老铁和家人们，没别人啊、哦，就是食材好，味道。随便坐俩人烧，安排个位置，直接明主点。然后这个俩兄弟安排个位置，俩人坐。昊天里面还有小桌，再搬张小桌出来。里面有小桌，再搬张小桌出来。要不一会儿大桌不够用了。老铁们，全满了，全满了。等一下。OK 了，随随地点，不着急。啊？怕我干你火？对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老铁们，我把这碳弄一弄啊，他们不会弄。最快速度给它吹好，对，这么吹是最快的。然后你把那个碳调一调，别让那红碳都在一起，拿那夹子，对，把那红碳也往上夹一夹，黑碳往下。那就下一次叫出来啥是想弄来，老铁，你听我说，这串要不你就叫跑腿，但今天太忙了，估计跑腿搞不赢，就下次有时间叫出来还是现场吃。既然花一样的钱，为啥不吃这个串最好的口感呢？是不是？吃这玩意儿就是最好的口感。红波搁那干啥呢？红波搁那。啊？早来不做，他妈现在这忙的时候做饭了，你他妈这个脑瓜。
咱到三点，周五、周六、周日，营业到三点钟左右，啊。方块脑袋来了，方块脑袋。你们找着桌子了吗？我大姨阿姨一直写呢，跟那个兄弟说一声。要五人桌子不用了，对，两三点钟营业到。恭喜热烈的马，恭喜玲玲的风花铃。